先来个十箱啊，好。好，来看一下哈，十箱啊，这个是啥？这个是绿的嘛？啊，这个是白的，这是绿的嘛？对不对？好，现在8000块。好，看一下。哦，开出来都是白的居多，欸，有一个绿的，白的，绿的，长者。目标哦，剑士哪个比较好？剑士哪个好？剑士哪个好？好，来合成一下，因为官员那边是有一只吸血鬼啊，吸血鬼好不好啊？他说要用那个，他说如果木乃伊跟范德的话，可以跟他换。这两个好不好啊？欸，我刚刚有抽到一个蓝的欸，我有抽到一个蓝的欸。斯科巴女皇是蓝的耶，斯科巴女皇是蓝的欸。好，应该是和这个先吧。我问一下哦，四个盒比较好还是三个盒？四个盒还是三个盒？嗯。欸，那个 Sam Chan， 我要收多久的船舶啦？四个盒比较好是不是？我相信你们哦，因为我不太会合。那我合咯，我看大家都说是，应该是是啦，好不好？来合。欸，这个效果特效会不会太久？这特效会不会太久？欸，都绿的欸。都绿的欸。几率多少啊？有80%吗？欸，干，白的。绿的，看一下，试试看这个，全部都一样的。哦，这个特效有点浪费时间。我们把音乐打开哈，我们把音乐打开。啊，没音乐哦。欸，那也没音乐。我看一下，它是没有音乐的吗？好，这样子。有啊，有一点特音效，有点音效。特效不能关啊，不能啊，烂死了。来，绿的，绿的，绿的。欸，没了，没了，我再开，我再开。好，这边都是绿的哦。好，都是垃圾。好，负重状态不能合成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欸，不能开太多，这个先删掉好了。好，黑老闪电伤害是固定的，不看 S， 不看魔攻是不是？好，反正这个白和绿应该没什么好看的啦。没什么好看的，快点把它过去。因为它有些特效比较久哎。来个广告哦，好好好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怎么都白的，连续失败三次哎。连续三次哎。再次尝试，
好，没了啊！我们绿的要不要先合一合，还是把它开完？开完好了。开！哎、欸，可开到一个蓝的哎、欸，钻石高轮哎、欸，这有没有机会开到祝福的？我问一下，有没有机会开到祝福的？巫妖，各位观众，直接开到哎、欸，直接开到红的哎、欸，我操！直接看到巫妖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关月，我命一下关月，他是不是要巫妖？哎、欸，我靠呗，等一下，我哎、欸，我直接看到巫妖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先把这一阶的合成。先把一阶的合掉，让占空间啊！他不要巫妖啊？有没有人要巫妖的啊？换剑士娃娃，好帅哦！直接开到哎、欸，都没合到，还没合。我看一下啊、喔，没有啊，我没有预算，我是想说先拼看看啊，结果运气好就抽到了、啊。有没有人要啊？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是要转吗？就是把它拼祝福吗？是吗？哎、欸、，Duncan， 合成祝福会变别的哦，不用换。我知道了，是不是用这个特殊合成，然后把巫妖拿去再加一个蓝的，就可以有几率转到祝福的娃娃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啊，我先把它抽一抽好了。先把它抽一抽好了。嗯。好，这边先把它合掉。一红配三蓝会出现奇妙娃娃或是祝福的奇妙娃娃。好好好。那我等一下务要把它拿去弄掉。好像没什么用。啊，这边直接来合这个。直接来合绿色的好了，来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先问一下哦，绿色和蓝色要几个比较好？四个比较好还是三个？欸、先叫巫妖出来刷一波啊！有没有？这跟天眼的一模一样哎、欸，跟天眼的一样哎、欸，四个吗？都是四个哦、喔，都是四个。OK。啊，蓝的。哎、欸，我昨天点天堂 N 那个点到加七金戒，会不会运气好像还没用完哦？还是蓝的，蓝的，有那么难中吗？哎、欸，有那么难中吗？失败三次了、欸，哎，一个蓝的，四个八女皇，然后再来一次。哎、欸，又一个蓝的、欸、黑长者，好吗？这个好吗？这个有可能合到祝福的吗？连续两个蓝的，哎、欸，对啊，为什么我都是合到法师的娃娃、啊？好奇怪啊！怎么会这样子？黑老很贵，所以等一下合成先不要用黑老盒、嗯。再一个蓝的，有了，心想事成啊！心想事成。好，那我现在是不是要弄这个特殊合成？我现在是不是要用特殊合成？这个是，然后娃娃用掉嘛，用这个啊。哎、欸，干，为什么不行？是这样吗？哎、欸，这个放不上去哎、欸。哦，这样子，哦，这样子。三个，我有三个斯科巴女皇哎，准备来喽！吸血鬼或者是独眼巨人，好不好？可是这个合起来会变怎样？应该保底蓝、保底红吧？保底红吧？
只是有可能会变祝福的嘛。那祝福几率多少？祝福几率多少？有人知道吗？哦，这个拿掉是不是？这个比较好。那这样子合啊，三个这样子好不好？这样子合好不好？祝福几率多少？果高伦不留着自己用吗？我要用红的啦。祝福几率不高哦，不高是多少？那我要合了哦，50%祝福跟没祝福，这样几率会比较高吗？我也不知道啊，算了啦，直接来咯，世界特殊魔法娃娃合成，最好是独眼或者是木乃伊或者是范德不要吸血鬼，这几个。好，我看一下会出现什么东西。干，祝福的，是不是祝福的？是不是祝福的？它在发亮哎！有拜拜真的有差，有拜拜真的有差。它会在发亮哎！近距离攻击加二，命中加二，然后恐怖是那个剑士需要的，然后技术就是抗晕嘛，所以这个应该是剑士用的啦。祝福的几率很高吗？我问一下关月好了，怎么一次就中了？我昨天我跟大家讲，我是没骗你们，我昨天回台北，我回嘉义，我从嘉义回台北，昨天去了两间庙，然后回台北晚上半夜哦，天堂 N 的那个加六金戒直接上加七，然后今天又这样子，干真的不信真的不行，不信真的不行，那我才花8000而已，这样子，我还有10个袋子。因为那个什么纸娃什么那个，我觉得现阶段我觉得先不要弄那个啊，那个太贵了，先看别人弄好了，我觉得这样我就满足了，好不好？看我的吸血鬼。